好，我们今天要抽双魂鱼蜥。那双魂鱼蜥的话，这个卡池，下面这个，这个卡池是100抽内必出哈。好，来吧，抽卡。没有。就是内必出，20抽，没有加发数了吗？还没。国风心愿召唤，那这是代表可以抽西游记的哦。可是悟空好像也没有到非常多人使用啊，就当初没有抽到悟空是对的嘛。你是，但是他这只角色如果好用的话就没关系啊，是这样讲的吗？我知道保底啊，还没加两把。第六只抽，干，不会啊，在40抽就一定中了，应该吧？他是不是让我保底啊？那抽到一个行歌灵界的视频是怎样？保底池就是叫你保底啊！还真的，哭啊，哭啊，哭啊！还真是保底池，好，不能抽了啦，快没有十字金了。真的不加几率哦。反正就是100抽保底池啊。保底池一定是100抽才有吗？没有吧。是另一个我，是我不得宣之于口的，至情至性，肆意洒脱，爱憎分明。这似乎这是主线剧情啊。获得一个头像，头像还没拿到，很认真的这次。我们看一下角色哈。典藏角色，特别写个典藏，肯定是很强的。那我们不如说直接日满吃好。我们就直接把它吃起来。什么灵玉石的补一堆对吧？一定要这么闪亮亮吗？五内直接给你，有没有？直接换最强的招式了啦，还在那边。等一下六息给他开起来哦。什么招式我都还没仔细看，我们先装再说。主动使用这样一个其他飞招有方。吸入就对了。先这样。没有说特别说典藏比较强。没关系，我自己认为就好。看一下时装一定要这么吵吗？会抖会抖。至少这副躯体不该总是充盈着悲伤和漠然。我和他
都理应感受至少一瞬间的欣喜。我活动的时候，人魂全然不知道，但他做什么，我却都知道的。是不是意味着我比他更完整？我活动的时候，人魂全然……我拥有的，也该有他一份。